随着《花儿与少年》第二季的热播，清纯可爱的四姐陈意涵的人气一路飙升，嗲嗲的台湾腔更是萌翻了一众宅男。哎呦，烦呢！洋洋，洋洋，我觉得这只会不会在室内啊？不像有羊啊！哎呦，刚刚太得意忘形了我们。陈意涵自从进入演艺圈以来几乎是零差评，参加花儿与少年之后，微博的涨粉速度更是无人能及。虽然陈意涵在花儿与少年中担任的是姐姐身份，但是在喜爱她的网友心中可是如牛奶般百分百纯正的软妹呢。如果说井柏然和杨洋是团队中的暖男，那陈意涵就是花少团中当之无愧的暖妹子了。无时无刻都挂在脸上的笑容被评价为似乎有融化宇宙一切的力量，男粉丝高呼要把宅男女神陈意涵娶回家，女粉丝则想要和这种一萌一猛的大发姐做朋友。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四姐效应会随着花语少年的播出成为一个特定的代名词。芒果捞心们也好萌好萌四姐呀，报道。